这句话没问题吗？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那俩人一共死了13马，为啥意思啊？那是一点团队贡献都没有，死13马，070060，那是零。不是，我就说了怎么的，就是不行，就说他们就不行，是不是就不行？你队友坑，然后你不说，我队友坑，然后我说两句，不行就不行，这么鸡巴双标呢？嗯、啊，说咋的了？谁跟你在这理论来理论去的？跟你理论这些有什么用？坑逼，说两句有问题吗？家伙的，最近这螳螂玩的我呀，有点不太敢刷新认知了。跳 A 偷 W 闪现了，上打这个 E 稍微扑的有点快了，哎，都给他抬回来了，都没打死啊。这波不应该没打死。差不多了，回家了。瑞文加强，加强哪了？瑞文啊，哦，加强E了。哎呀，他越往那些小兵旁边走，他越疼。
茶饭溜。我操！马上可以升，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样能平稳过渡到六级了，很久了。W 呀，这 W 没动，我操，行呗。一突点连 A 接 W 接平 A 接平 A， 是塔皮。喂，我打了，我好像要无敌了。我感觉到了有价值的力量。为啥不带气定神闲呢？那我都出女神泪了，还带气定神闲，是不是有点问题啊？那蓝都溢出了，那都用不上那些蓝。小绿了，好，关注你一下。哎，车我不要了，我在这卡着他。干哈呀？这是要找我拼一手啊，那孤立无援怎么找我拼呢？你知道为什么上一把我生气了？因为我起床气。一般就是起来第一把就容易暴躁，这其实都比较的正常。打吧溜，回家了。有的人可能这个起床气，他会什么脚气？不是脚气，他的起床气可能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啊，我就属于这种，一般会持续个一到两个小时左右。然后骂水而出气，咱不是骂水而出气，那愤怒的发泄点都得有一个点，他触碰到了我的点了。一般我都很少说队友的，队友坑点不也很正常的事吗？都很少说队友的，那上马说队友，先把这鸡杀了吧，杀个鸡吧，老母鸡，哎，老母鸡打你蛋，交闪，哎，怎么不交闪现呢？
我现在交闪创波墙，或者是交闪，我们把他顺便把他杀了，打他一个闪现。你这上把我睡队友，说就说呗，还不让说队友，啊，还不让说队友。一般我跟你说，这拉架的是被打的最惨的那一个，谁让你拉架的？我说的队友怎么了？非得帮我的队友讲两句？啊，只是我觉得你没有必要一直说。啊，你打低分段，你就不要说队友这那那的了。不骂你骂谁？不说你说谁？那活该！我跟你说，我要自转他们。碾压军儿，打半溜。打半溜。你到底跟不跟我打？咱俩能不能打一架了？你要不跟我打，我跟你说，我马上就无敌了。你除非现在能杀我一波，我跟你说。我可慢慢耗你，我跟你说啊，这瑞文打人也不掉血呀。长翅膀。一般螳螂这 W 技能啊不太好反应，就是哇掏，也是个什么玩意儿呢？谁来了？这么个玩意儿也要杀我呀？你快死了，你知道吗？给我尿死他！啊，这泽拉斯有点准呐、啊！不是脚本儿，哎，脚啥本儿？脚本儿。那脚本第一个啊都应该中的脚本，还算脚本，看见泽拉斯就脚本，哪有那么多脚本。
那我说锤子，我说还不，我说这泽拉斯有点准的，我说这句话有毛病吗？我说都不让说呀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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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呦呦，把我把这鸡杀了，把这鸡也录啊。压死了我。吃个经验吧，一波吧。哎呀，要杀我！你干啥呢？嘿，哎，妖精，我飞，我飞，闪现一刀，你瞅瞅这还摇滚呢，摇个屁！我跟你们说，如果上路那一波他第一个 R 放脚下，就放妖精回来的那个位置他中了，那就有问题了。他要没中的话，那就没问题。打个红心，我们现在一个 Q 已经能达到惊人的714伤害了。这个草丛够容得下我们这么多人吗？这里头有眼儿还蹲呢，打吧溜一下。打吧溜一下，变淡了。蜻蜓点水，靠个血啊！地狱黑了，谁呀？没看见有地狱黑呀？哎，黑黑吧，你们不用管啊，你们不用管，我们直播间有房管的。打吧溜，再打吧溜。哎呦，我瑞文吃我一个刀，我一，你来吧。不能上，杀个鸡吧，啊，杀个鸡！呀，这么多鸡呢，这么多鸡的，这么多鸡，鸡有点，
鸡有点多呀，这鸡 W 闪一。